助啊，因为量好球之前的攻击策略跟量好球以后是不一样哦。哦，滚地球出现了，游击手接到抛给二垒手，六传四传三 ，double play，double play， 大巨蛋的第一个双杀打出现了，是由威权龙队啊，游击手张振宇，还有二垒手李凯威、吴彦文一垒手所出现的六四三的。Double play 双杀守备，朱玉贤也打出了大巨蛋第一个双杀打。